最新出炉一窝小黑。啊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今年啊小黑公司45号出的最好的一对孩子。这是小黑公司45号配东方不败60号出的。谈一下这小哥的这个体型。他这个就是首先枪子有厚度，然后整体全在前面。这样，这应该是个熊，这是他的铜窝。铜窝也是一样，体型是非常好的。这两只鸽子咱们是考虑交工棚还是直接留种？可以直接留种，因为他去年前年他的平辈直接留种，在去年就出的工棚的奖鸽。鸽子还快，比较耐响，黑鸽子本身就耐响，快的话是因为他腔子高，后腰薄，你可以看一下这小腰。那么一抓你就知道他没有什么，你看小腰没有什么腰。这个也一样，回来。就这种鸽子啊，基本上就是完全达标了这种留种的这种标准啊，非常非常漂亮的两只。这有可能是个熊，但也不保准。大家看看，这个是双雄，不是双雌，还是一雄一雌？那个肯定是雌，这个我觉得也不保准是雄雌啊，也不保准是雄雌。就是东方不败配小黑公司45号出的这鸽子，不用看它一下窝吧，它这个羽色这个黑吧，它就是这样的纹路。咱们抓到手上好好感受一下啊，它的骨架，它的肌肉。小鸽子刚下窝啊，看刚下窝的时候呢，咱们你看这只骨架，肌肉刚下窝啊。